没错，说到机器人，现在真是越来越多的走进了生活。我给大伙儿分享一下网上跟机器人有关的热点视频。最近这个江西省图书馆两个机器人吵架的视频走红网络，咱们一块儿听听啊，他俩吵吵啥呢？我们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你可真是一阵一阵的。俩机器人吵吵起来了。这么多的事儿，给你个台阶下来得了。你看你这些熊脾气，行吧？那我就勉强的原谅你了。我不吃碗了，来吧。我听出来了，这口音好像是俩东北机器人。这吵的也不激烈呀，有点东北口音，我就原谅你了。明显是温柔的吵架，干吵架不动手。哎，吵起架来，这小柯可太感叹了啊！这为什么不给他们装胳膊呢？这俩碎嘴子总好过一言不合就动手呢，是吧？嗨，哎，机器人都已经这么可爱了，热心张乐介绍对象的大爷大妈们那绝对不能放过呀！来听听咱机器人是怎么回答的。到时候介绍一套供电局的帅哥来做你男朋友。不要了，不要男朋友，感情太重，系统带不动。没有，你有供电局的男朋友，到时候你充电不要钱啊。我看这一说充电不要钱，两个眼睛立马放光，贼亮。但大伙儿也别乐了啊，连机器人都要有对象了，你呢？扎心了。对。